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赛事直播，我是王瑞，很高兴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曹大元老师做客演播室啊，和我们一起共同关注这个昌奇杯的八强赛。曹老您好。哎，你好，亲友们大家好。那么昌奇杯现在已经是举行到了第17届了啊。昌奇杯现在也是我们国内应该算是规模非常大的一项这个比赛，而且非常有特色啊。因为实际上是这样，就是现在世界比赛就是唯一的一个用硬式规则的是硬式杯。那么我们国内的比赛用硬式规则的就是职业比赛，也就是这也是唯一的一个昌奇杯。对，我们现在知道这个规则啊，围棋规则有这个中国规则，然后日韩规则基本上是基本一样，的。然后还有一项就是这个硬式规则，是现在就主流的是这三项规则，是吧？对。好，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本届硬式杯的这个赛场，在上海的硬式大厦。这个是唐伟昕对丁浩。唐伟昕可能很多棋迷会对他非常熟悉。对。那么他对面作为这个小将丁浩，后起之秀，对，现在的希望之星啊，是，我觉得可能不仅仅说是希望之星了，应该已经说是，很有实力的这个青年才俊，对对对，也可以说是我们就是00后这一代棋手有希望争夺世界冠军，是这样的一个这样棋手之一吧。好，现在看到的就是一会儿我要跟大家介绍的这盘啊，杨鼎新对党一飞，那么也是两位世界冠军。杨鼎新前几天啊，刚刚是痛失了天元头衔。对。被顾子豪哦，就是被现在看到的这盘顾子豪对李轩豪拿走了天元，对，这是新天元顾子豪。是的。那么顾子豪最近也是马不停蹄啊。是。印象中他最近这个十来天应该是至少下了有八盘棋。哦。而且战绩也非常好。因为一直赢就是一直会下下去嘛。这是黄云松。那么面对电脑就是采用的是网络对局啊。对。他今天的对手是林君叶。好的，那我们首先要跟大家介绍这盘呢，就是杨鼎新对党一飞两位世界冠军的对局啊。这个从等级分上来看呢，应该是说杨鼎新要领先的。杨鼎新现在是仅次于这个第一人柯洁，现在是排名第二位。对。那么，但是党一飞呢，也不仅仅能从这个等级分上来看出他的这个实力啊。对，其实那个我们国家的等级分排位啊，相对而言是比较准的。但是这其中啊，我觉得对两位棋手来说，可能不太准，不能看这个纸面实力哈。其中一位棋手就是党一飞。对。还有一位你知道谁吗？是说唐伟昕吗？哎，对，就这两位棋手。目前他们应该说在我们国内的等级分排位还是比较靠后。对，就是20位这个左右啊。对，但是实际上他们的两位棋手这国际比赛成绩都特别好。应该说他们是大赛型的选手，这个越到这个重要比赛上越能发挥实力。尤其是国际比赛。对。是的。是。好，那曹老，我们先进入今天的棋局。好。所以说虽然说从等级分上来看好像是有一定的这个差距，但是实力上来说应该是不分伯仲的啊，这两位棋手。对，是的。现在是杨鼎新的黑棋。那么硬式规则呢，它是采用叫计点制，黑棋八点。计点制黑棋八点，其实这个规则就是为我们或者说世界的棋迷所熟知呢，差不多从88年开始。第一届硬式杯用的这个规则。当时呢用这个规则的时候大家都觉得非常的不太适应。因为那时候普遍的这个贴目还是五目板。五目板。就是说中国那时候的中国围棋规则是黑棋贴二又四分之三次。对。相当于五目板。是。所以当时的话就是
这个应试规则相当于当时也接近于几乎和提亲木办是等同的黑仙提亲木办，嗯，差出两目棋，当时大家都觉得这个黑棋太难下，嗯，觉得抽到白棋卷对这个棋已经基本上就赢下来了，对对对，是吧？但是现在的话，大家就是说这样的感觉吧，淡化了许多，是的，是的，因为。首先呢，从日韩的围棋规则已经从五目半变成六目半。嗯，中国的围棋规则呢，从2002年开始，嗯，是贴三又四分之三子，嗯，相当于七目半。因为中国围棋规则现在有点特殊，不能显示六目半。对，因为我们是这个，单关要记子嘛，是数子法，对，不是数目法。嗯，所以这个如果说跟以前的规则延续下来的话，我们只能。贴三又四分之三子，那么现在呢当然绝大部分的职业高手还是对贴七目半来说还是觉得就是说白棋占优比较大，对对，不仅是心理上，其实这个 AI 呢也是这个从胜率上也是给出百分之白棋有60%，就第一手就60%左右的胜率是要略高一点的，所以可能。还是六目半，目前看来相对合理一点。对，如果是六目半的话，决一给的胜率基本上就是五五开啊，50-50。所以这个的话，可能我们中国的围棋规则有调整的余地。对，是吧？就是比如说，调整起来，因为算收后啊，或者怎么样的？我们数字法会不会，数字法可以计收后嘛？可能在，哦，这个也是个细节之一呗。有一些技术含量的东西。对，这个当然是个扯得有点远。嗯，我们就说这个规则从88年就开始实行了，到，嗯，其实到今天，实际上我们中国围棋规则用的这题目的这个数目几乎和应试规则是。等同的，对，88年开始，所以应老先生当时还是挺超前的，对对对对对，确实是是，好，有二连星，黑棋马上点三，点三，这个是，现在的潮流对，挡住。挂角，这都是很正常的开局。是，啊，手脚，大飞手脚，嗯嗯，大飞手脚，那么黑棋白棋飞压，这也是眼见的好点啊。对，眼见的好点。其实这个，他这个手脚有点故意的，就是想让你飞压，嗯。我也不知道这个地方 AI 的判断究竟怎么样。应该是想要这边，对，本来的话。小尖啊，或者飞，是，这个点应该是挺好的一个点。嗯，这个是有点故意的。他对，这个，对，期待的有意为之，就是，期待的白的来飞压。但是白棋飞压倒也没有什么，白棋也没什么不满。哎，其实以我的第一感来说，我觉得白的是可以满意的，可以满意的。对，黑棋呢倒是实地一开始捞了不少，最简单的。就这么跳，他是准备下一步下这个好点贴的好点压拳，然后呢，如果走这个呢，这个压这个好点就没有了。嗯，这棋白棋假如连下两个的话，嗯，就会在这个局部落后手，这个地方就会被黑棋给占据了。所以黑棋对于上边这个棋形的判断呢，主要是就是在这个局面下，黑棋呢是有两个，接下来有两个点可以下好比较好的点，一个是在左边清风，一个是在压起来。嗯，同样的道理，现在留给白棋也是两个选择，一个在这里压，一个在这里拆。连片对，连片，白的是连片，这比较实惠的下法。那么实战挡一飞是选择连片了，嗯，连片，然后黑的是压。哎，这个好点一人一个啊。嗯，白棋是手脚，嗯，其实这个扳，其实也是蛮好的一个点。嗯，也很想走，如果扳的话，黑棋应该也是扳。黑棋应该是扳，对，白棋。长也行，还有一个下法是连扳。连扳，
联邦的话，如果你从这出来，我就把两个字切了。嗯，充当住。就可以吃掉两个字了。啊、对，这样。这个图转身。对，这个图，可能黑的，实惠一些。对。目前这个图形可能黑的就可以脱线了，不用不一定非要藏这个不可。这样的话，白棋也下的比较厚。是。这个也是个也是挺好的一个点，这个扳，对，因为刚才说的是连扳弃两子，然后这个棋呢还有一个下法是长，长呢黑的就会继续推起来，嗯，这好像是不太舒服啊、嗯，现在还要长，因为你扳的话它还是可以断你一下，这个白棋弃是这个地方也不能动墙，对，干脆再长，再长它更有可能继续往下压。所以这棋就比较单调，嗯，所以白的是暂时是保留了一下，是的，他在这里手脚，手脚呢本身也是非常大的一步、嗯、这个大场啊，对，好，那么黑或者说就是这个地方白棋不愿意花一手棋，嗯，花了一手棋呢就是外边别的地方就让黑棋先行了，现在少了一手棋呢，就是变成黑的跳，白的再防一个。是，那开局、嗯，这个可选的点也很多，是，嗯，很自由，嗯，现在就冲了，嗯，好，接下来，这个接下来这个是 AI 的定式的下法，对，啊，尖冲这个，看白棋的动向，是，现在这个局面下、嗯、似乎没有这个眼见的啊，像刚才这种。眼见的好点，嗯，那么现在要黑棋选择，黑棋是选择这个尖冲。对于这个尖冲，就是白棋的应对的招法，嗯，有四种想法。有四种啊，嗯，就最普通的是盖这个，或就是压一个或者爬一个。对，其实这两个下法呢，比较常见。走出来之后，我觉得黑的都应该会脱线啊，不跟着下，嗯，就是看看你这个硬在什么地方，嗯，对，我是相机形式以后可以相机形式，还有一个下法呢是在这里飞，这个呢局部。我就从实地上比较得力，因为你爬的话呢，以后这地方被他跳，嗯，反正这一带你还没有，就是说滑落上方，你要走这一带吧，你要走的话还要再飞一个，飞一个，甚至于他还能投在你的前面，嗯，这样呢，他觉得一手就在上边就出头了，你要走这个来止住我的话，我可以考虑在这里冲断你，嗯。所以这个呢也是一个下法，小飞的话速度比较快，对，从局部来说可能这个从实地上来说比较好一些、嗯、但是当然它也是有缺陷的，位置比较低，然后这样有种种的先手，然后它还可以从这里来，这是说了三种，在第四种就索性就在这局部就不理了，对，脱先了，脱先，比如说下来这里、啊、这也可以，其实这个小飞手脚就是对方尖冲的时候脱先，就脱先出现的概率好像很多很多是吧？啊、嗯，对，因为这个时候你不管是像曹老师说的，不管是爬还是贴，好像都有点被便宜，或者说白棋、嗯、黑棋可以脱先，那就是说白的其实现在也可以考虑，这个是推荐想法之一吧？嗯，这个不是 AI 所推荐的，这是我所推荐的想法之一。大家看大家的喜好呗。其实目前这个局面，我是觉得这个三步跟这两步都可以想。嗯嗯，选择很多、啊。尤其对棋迷朋友来说的话，那个完全可以按你自己喜爱的哪招，你自己喜爱，你感觉哪招比较好就往下下。哪里看着顺眼就下。对是。哎、这个地方实战它是下在这里。贴起来。嗯。接起来的时候，黑的就在这里拆了。对，拆了。但是看来他这个尖冲也是有一点，试试应手是吧？对，就是试试应手。这个地方你看，以后走了之后，以后黑棋走这手棋比较容易下。嗯。一贴就贴下来了。嗯。本来你如果碰这个，我要扳。你要尖冲这个，你这个有子的情况下，我会从这里爬，从这里走。嗯、所以这两个从。一定的可能性上来说，可能黑的稍稍的便宜了那么一点点，一点点 啊，一点点。嗯、
现在白棋，现在上面呢，黑棋是在扩张，正挺大的，对，扩张自己的这个模样。白棋上的浅削，他选择的是掉在这里。这个点也选的不错的，好像，因为他这个地方拆的比较近了，对，就是让他这一带多子不太可惜。哦，就如果远的话，可能这招棋可能会往这边这边。哦。也是看他这里比较近的。举个例子说，让你在这一带走棋啊，不那么可惜，觉得就是你这位置可能有点重复了。对，这个间隔白棋可以接受。所以黑棋选择是尖在这里。是。这个小尖也是兼顾两边是吧？对，他现在就是还是想对这手棋呢保持一定的攻势，这样围控是不足取的，这被他压过去还是显得黑的效率不够高，让白棋压了再压，这个地方黑的效率是不高的。那么你完全不下呢，一个是他有可能走了顶过来，还有可能跳过来，所以他这个是防守一个。防守一个当然是还继续对这个子保持进攻的态势。对。不走的话这一攻非常苦了。这一攻是不是已经把白棋封在里面啊？对，他反正比较苦，应该白的不会脱先。这里白棋还是要处理一下。白的。靠下去。一起搬。像这类的下法其实从局部来说也都是长形。现在白棋，对，现在再长可能就有点重了，所以白棋要赶快出头。黑棋这个道路掉一个，这棋对白棋来说呢，基本上是要守住脚步的，因为走外围的话太空了。走外围关这两招棋好像黑棋又便宜了，也有可能。如果说黑棋还能再爬到一下如果爬到，然后现在它是大飞进去还是小飞？大飞现在飞不着了，你冲不着了，可能。哦，冲都冲不到了，它有后了是吧？对，不是，你现在冲，可能它就尖上上，所以这时候是要冲。我先冲。对，这下可以。这个时候现在冲一下可以。自己要。如果你挡着，我再拐。这个时候甚至于你是可以走在这里的。这个白棋比较落空，一般不愿意。因为如果走在这里的话，有点担心白棋冲了家。是。所以刚才是不是能够跳在这儿？对，这样比较好。这个白的落空。有点落空。然后他手脚的话呢，他可以这样手跟这样手。甚至于还有这样手。这个更扎实一些。这个也有。这样的话，白棋黑棋在外面就没什么借用了啊。对，就是这个子呢在外边这个地方借用少，但是这颗子的价值就变大了。就其实我们要注意的是这个，就是白的一旦下来这里这个子黑的要尽可能的救回来。救回来之后你就可以跳进去破它，进而继续破它的空。就算爬这个空也多啊，就这手棋如果被对手吃掉的话呢，显得价值会比较大。然后走在这儿呢，因为有这个的先手，黑的就可以拆在这种地方。实战白的是靠住了。黑棋小尖。小尖也很大。小尖对。小尖这手棋是这个局部以后的后续的一个黑的一个下法，就是应该小尖在这里。白棋靠。再搬一下。黑棋白棋长。交换两手之后，白棋虎啊，白棋虎，白棋虎这一招确实是这个目数不小啊。目数不小，对，但是他也不知道现在应该往哪下。现在全盘大场基本上都已经分割完了，割据好了。对，就是这一代白的在画手势的话，不知道往哪下。我是有点疑惑的，这地方我找不到焦点。这手棋本身价值是不小，因为白棋不走，不小不小。黑棋将来一长，对一长，
他现在甚至于往这种飞都是都有可能的，不要说就这个肯定也是空了。对，所以这个时候虎本身挺大的，大是当然大，特别是当白棋可能他现在没有这个明显的一个焦点的时候，他先选择走一步有价值的棋。对对对、啊、可能真要下的话，说不定在这种地方点他一个。其实这个 AI 的话，我觉得是特别喜欢这类的棋，先对，就喜欢刺你一个，对，你要接上他，你觉得占了老大的便宜。哎，不，他很有可能，我们对人类高手，就是是高手，我指的是职业高手来说，真的这么点一下，实际上真正的对你觉得对这盘棋的胜负影响并不是说特别大，嗯，但是在 AI 的眼里，可能点一下，他会差到2到3个百分点胜率，嗯、那他就。其实他在 AI 的眼里，他觉得就会占了很多便宜，是是是，点到跟没点到就会差别特别大。对，嗯，哎，这个他是虎了一个，他虎了，哎，对。不过像这种点呢，就是头绪比较多，点了如果黑的是接上，那白棋总好的；但是黑的如果不接上，比如说可能压或者怎么样的，甚至于在这里冲，到底你这个便宜不便宜？对，人类棋手要思考半天。可能对 AI 来说，他一秒钟都不要，他就觉得，就是能判断特别清楚，这特别快，主要是他点了你接上我便宜了，你冲我也便宜了，他就敢下了这样的棋。人类棋手因为这个你要花时间去想，可能也不见得占多少便宜，可能对这样的点，对职业高手来说，可能有些场合他就选择了回避。哦、不去想，我花时间想了，我也占不到多少便宜，也没想清楚，并且想不清楚还不一定便宜，所以说呢，他不确定因素太多，所以职业高手有很多类似的场合，我不是说就指这个点，类似的这样的场合，走着会便宜两三个胜率的时候，两三个点胜率的时候。他不见得敢出手，而且确实有的时候也不见得便宜，你花的这个时间，所以他不确定，时间也是对于当中很重要的因素。他不确定，所以说没有这个棋，在 AI 可能是会推荐在那下法，人类棋手可能就算了，胜负不在这儿、嗯。是的，尖顶这个还是挺大的，尖顶也有是硬手的意味，黑的实战白的是搬了一个，嗯，白棋搬了一个，黑的就有这个搬出来的棋。现在你这个点就不能成立了，他可以搬出来。现在黑棋又脱先了。嗯，他在这里清风一下。白棋脱，嗯，这脱的意思就是要守控是吧？对，很明显，就是如果说你搬，我就端你。对，哎，对。哎，黑棋这个上下交换两手之后，现在把这个就贴下去了，嗯。这个贴，其实这个角黑白棋已经非常厚了，非常厚，对，所以因为非常厚，所以呢，他不怕你搬这个头。这个棋形从局部来说，可能很多棋迷也很理解这一点，这个二指头搬的特别舒服，特别愉快。但是呢，现在呢，不见得是这一件愉快的事情。比如说，他就跳，也没什么。你就帮我在这边成空，对对对。你假如长的话，是我还能往下立呢，你更亏。这里不怕白棋再走后了，是，所以甚至于白的这个地方应该是要考虑打路的。对，这个时候也不能太教条啊，觉得二子头必搬。对，不是一定的。实战他就没搬，是吧？这里因为黑棋脚太厚了，嗯，不想再在这里，他是在这一带落子走了一个，嗯，这家伙这一块可能也是有点瞄着，比如说你这么手控的话，他是不是也会瞄着还有打路的对这种棋？他总之不会让你这块轻易的就成控了。但这个招到黑的跳，它是不是便宜？我也打个问号。嗯，这一跳瞄着跨断，是吧？对对对，瞄着这跨断。你肯定是不能直接就进来，进来我就跨断了。直接跨断了。这个黑的肯定好，嗯、一目了然，白的是被黑的断开了。对，所以他是走这个补这个跨断。黑棋这个棋下的非常紧凑啊，嗯，白棋打吃，打吃，嗯，黑棋接上，然后
白棋虎下来。虎下来，这个是最顽强的破空的下法。是。但是这个子被他抠掉的话，而且包括这一打，也是帮黑棋加厚。对，其实从棋形上啊，这个白棋好像像在这是个棋形。顶在这儿，下一手这个挤是下手。对，就是说挤是现在，我现在不怕你在这里抠我。嗯。抠我的话，我也顶吃。你提掉，我可以挤一个。哦，可以先手联络。对，那就不太怕。嗯。对，这个顶就是看到了先手挤。顶的话，唯一怕的应该说是他在这打过。不过这个就是一个局部的一些。不算太大的实力吧，对吧？就增加了可能史莱姆棋吧。那打过，感觉黑棋也挺舒服的。黑棋很舒服，但白的也厚了，上边。但是，看来挡一飞九段是有点不肯啊，还不肯让黑棋联络。嗯，不肯再联络，他这个下的比较狠。不过遭到黑的这个打吃，他。留下了一个打劫的隐患、嗯、现在这个肯定打上去，如果接上的话直接被黑棋搬出来了啊，这个搬太严厉了啊，这个白棋不能容忍、嗯、所以非得打上，打上的话这个地方就产生了一个劫，虽然现在黑棋呢也可能不会马上开劫啊，嗯，因为这一开劫，如果说这里一开黑棋白棋一提、嗯、下一手就提掉了，提掉也不小，所以黑棋也要先看一看，算一算劫财。其实这局部啊，局部就如果就算这样，就算这样，就算这样，粘回去是吧？这棋好像白棋也没有多大便宜，是不是？我把这个跳下来，嗯，我的头中央这个头很厚啊，嗯，很硬朗的，在中央有个头，白的，然后整块棋现在眼位是匮乏的，对。或者就是说，看作黑棋这个粘几乎是先手。就是先手吧，就是先手。对，这粘再不先手的话，那就不对了。甚至于黑的最狠的话，直接就开劫把你打爆。黑棋也得先做，黑棋要做点准备工作。对，现在这个扳，这个扳、哦，你看看现在这个扳，不知道白的就不敢断了，白的断是不是就怕？这一段是不是要开劫了？怕他开劫吧。怕他自己，因为这个一段这一代劫财感觉不少。嗯，感觉不少。嗯，白的不过也有劫啊，白的再往下冲应该是劫，是吧？如果断，这就很复杂。对，开的话我提。嗯。你现在这地方再找，你也是很损，不知道打哪个。这个肯定是劫吧？对，这个。这肯定是要，这个肯定得硬。啊。我一提。这里有个劫啊、嗯、这个劫黑棋有可能脱先吗？不大可能，好像这个就被他走下去，主要走下去黑棋一下变薄了，对，这四颗子被端在外边了，嗯，那还是，那我比如说我要联络，联络我再提过来，你那个劫就这劫你不好好打，我还有断的劫财啊，那这个断损吗？有点损，还好，好像啊，还好啊，就是我断牛吃在这里，我打吃一下打在这里了，多，对，啊，那么就说如果这算劫财的话，白棋一个冲，断两个，三，啊，三个是肯定的，我说的第一，我打这个第四个打你不留，再把你吃掉也很大，你也就吃了我这个嘛，黑的打赢了。黑的打赢了，也就是多点空呗、嗯，也没什么。不是说白的被你这个提掉就输了。嗯。很想断，还是很想断。这个不断的话，就是已经软了，这个地方已经被黑棋便宜。白棋是缩了一下。对。对，那个没有。白棋估计是有些顾忌啊，嗯、顾忌这个开劫。对。退了一手。对，那么，哎，这里没有子，嗯，对，然后白黑棋在上面冲靠压，对，交换两手黑棋，哦、这黑的很舒畅，是吧？是不是已经有点很舒畅，已经获利了？对，接下来搬这个，啊，这个
一起没打赢，没打这个劫已经获利了。这个搬这个鸭已经便宜了。对，嗯，如果没有这个劫的话，白棋多半是要断上去的。对，黑棋多半也不敢搬。现在断有点复杂，但是好像也是想断的，他是退了这个。现在黑棋打吃，嗯。啊，白棋把这个劫补掉了是吧？嗯，他在这里打吃，对，这地方实际上是黑棋有机会啊，按他这个说法有机会打吃接上就蛮好，你要接上我一跳，这样这个黑棋这个局部就已经不会吃亏了。不要在这里不补。也可能是，因为这个地方是作为白棋先下的话，他足有一手棋的价值，他在这里打吃。黑棋接上，白棋接上，白棋就花了一手棋把这个劫补住了。对，他是如果你接的话，他也许就接这个了。是，是吧？白棋判断这里是值得花一手棋的。是，那黑棋打吃，嗯，白棋把这个搬了，这个搬呢是有价值的，搬这个当然不能随便给他打吃一下，嗯、这个。打吃要接上太难受了，以后什么样的便宜都禁不住这一下，所以他要立。这一立，眼位啊，目数啊，嗯，都非常大。对，因为这带啊，接着的话，白的就可以在这里拖，下面就活了。嗯，拖一个就活了。嗯，这棋只要一做活，马上就变得厚了。是，黑棋应该是会要把这个字提掉，打一下提掉吧。是的。嗯，提掉，这是个转换，白棋拐，黑棋长。哇，这一拐舒服吧？白的也是，他不黑的中央也是巨厚。这一拐还是挺诱人的，是吧？很想拐一下。是拐吧？拐到了，拐到挺好的。啊，这棋现在是拖还是挺大的，很想拖一下。没有拖。啊。嗯。他下哪里了？刺一个，哎，因为他现在打这个是不能成立啊，他是要藏过来，嗯，对吧？他刺的目的，你再压他这虎，刺的话，他就你如果接上，他就打这一下。对，你接他就反打了。啊，长的话他就，哎，粘哪个呢？还是粘这个？对，粘这个。还是粘上这个？粘这个。嗯，这样的话，黑棋这几个字可能会被受攻，是吧？也不见得受攻，但是对跑呗，可能也是。哦、黑棋是这个字就不要了。他不要了，黑棋外边。对，转换。嗯，那、哦、他先这个煎一下，这个煎着太舒服了。哦，对，上面先煎了一下，点的时候上面先煎。嗯，其实特别想的话是拖了，拖了退也非常大的棋。嗯，拖了退是不是后手啊？是后手，对啊，你当然你要抢先手也有可能就顶呗，嗯，拖了顶也行。那如果是你接上的话，我这块棋活了。如果黑棋先接是先手的话，那白棋确实在这里拖了顶一个不亏啊。是可能不亏，不过呢，他可能看中的这种地方有点有尖刺，说不定白黑棋还。就是味道还不太好，白的可能看中了鱼味，嗯，他就是甘愿那黑棋煎一下，他不想卖味道。我们看看上面有没有什么棋，对，看看后来的发展。然后现在这已经有了，现在黑的是下在这里，白棋一断，嗯，现在该黑棋下，嗯，黑棋中央这是有点潜力了，这棋。双方可能目数上来说是挺接近的，但是黑子太厚了，以后像就是这类棋收官的话，黑棋比较容易下，嗯，随便走一走的话就长个五目六目，对，嗯，他是拆，现在是在对拆，一拆的话，这个当然从这个。全局来看的话，这个是一个最大的场所。反过来你不走就被白棋拆，这个出路是20目以上。这盘棋好像进程还是总来说比较平稳的。
对，还算平稳。貌似现在就进入这个大关子阶段了。大关子，看看，白棋长，黑棋继续爬，因为这个地方就是被他走到之后，这个长白棋确实有先手意味，不走的话比较简单的，这个就出棋了。一次，对，比如说一次这个，再一跳这个。这个就会出问题了，是，这个脚，所以他是这个刺，他刺这个是不能让他刺的，他要走这个的，所以这个长，所以长是先手，还得爬，那么再长是不是先手呢？就不一定了，啊，白棋现在搬这个，现在来搬这个二字头，白黑棋。啊，这头还是挺大的，离这个，离这个厚啊，因为这个地方被他接的话，就是如果你需要提这个，这地方就有靠来搬，所以他立完就黑的外围就彻底厚了，对，这个接对黑棋是没有任何威胁了，我就放心可以提掉，对，现在。白棋收官，对，现在就是双方已经进入了这个大关子阶段，对对对，不知道还会不会这个关子的功力了、啊、会不会出现对杀的场面？顶一个，扳住，跳，对，这个棋呢看起来是比较平稳的、比较平淡，但是其实难度也不小。对，其实越平稳的棋，收官的难度越大。对，因为这个棋盘上没有定型的地方还有很多。对，他这个靠是不是在补这个断点？这个断点。对，有可能。但是绝不未见的便宜啊！靠了一个之后，他断，断是啥什么情况？先问问是个硬手啊，也就是个硬手吧。然后上面打啊，是他绝不是死的，肯定他就是这个扳、他就要这个扳，这扳肯定就给你了。然后上面长，长还是在瞄着这个点，是，但现在黑棋是脱先了，没理。脱先了，顶一下啊，顶一下团在那个顶一下团，把这两个就把这两个吃掉，这目数也不小。那么既然不理，白棋在上面就要动手了，试一下先点，刚才曹老说的这一点，黑棋还是不能粘，是吧？一粘就出棋，一粘就出棋，对。所以黑棋是，对，黑棋时刻要保持着。就是这边要爬过，你要断我就爬过，对，爬没断，要爬一手，爬也挺鬼的，就是这地方你不能扳住我，扳住我的话我就可以点你一个，如果弹住我就断，就成为先手，这样我关子就便宜了、哦、我就拐过来，你走我这个不都是先手，一路扳就先手，对，爬黑棋虎，黑棋虎，然后白棋再拐，这个白的、其实这个白的便宜不大，我觉得。那他直接拐，难道不是先手吗？先手啊，也是先手。所以白棋这个爬好像是个问题手，爬一下是不是有点亏了一点点？对，不是爬的话，可能就要断了。这地方白的有可能就应该断，断的话黑棋没有别的下法了，黑的直接爬过去，我扳。扳，它能断了吗？它断了，好像有个劫吧。我是走这个弯过去，我觉得做着这个劫你就进吃不了我。做这个劫打在一路。对，就是你打刺我就坐在一路。虎也坐在一路。打上面呀、
打上面我走在一路，我打上面也是走这个。嗯，对，就你可以先提解，我提过来了。嗯，就这是个结，结你受不了，我这个都是结，藏进去什么都是结成、嗯，所以把黑棋应该会兼过，就走成这个。然后这地方呢，以后还是有点受气的余味的，稍微受两气，白棋就不会亏呗。啊、哦，这四个子跟这。对，这些黑子进行一个是对杀，因为我一直我还有野嘛，所以这个棋你肯定得收好很多棋。这个棋爬了之后，对，爬了之后再拐，黑的再拐这个啊，白的再拐这个，这个步调不太对。是的，本来的话你对你说的对，就完全可以不爬这个，我单拐就是。单拐这个，爬这个肯定亏了，又给这里多了一个。但他爬的好处就是确保这个拐是绝先。哎呦，那我这个本来也是先手，肯定是总是先手。对，我这个拐你肯定是要理的。不说我断了吃你，我一断之前我再爬一个爬你也不好。也可以。对，这个就是有点不明白为什么要先爬一。这个先爬再拐，没看明白。嗯嗯，这里不知道是不是白棋的一个小误算、啊。说不定。是，啊，接下来啊，黑棋白棋挡这里，这个挡很大啊。不挡的话，黑棋跳进去啊，有点先手味道。所以这个已经在收官了，这黑的现在一路搬掉得了，马上搬掉，不要保留什么了，对吧？嗯、啊。啊，现在搬这个立到以后，把这个立下来。嗯、立下来。搬棋看起来还是比较漫长的。嗯。一般功夫棋。这个其实搬掉，我觉得没什么好保留的。这个不搬的话，白棋搬了。白的有可能搬，有可能会搬，他藏这个。嗯。黑棋跳。黑棋跳。跳的话，这地方留下了一点未知的因素，就是我搬这个的时候，嗯，你是不是打这个？你退的话又亏两步，可能会。然后这样呢，黑棋可能看中这个板，也有可能。对，就是你不能虎过去了，我这有个打吃。是，啊，是搬这了，搬这个对白棋来说，也许他就是走这个了。他脱先了。脱先。嗯，我看看他脱先在哪儿啊？啊？啊，把这个搬粘了。确实，这个也很诱人。啊，这样啊。嗯。他挡住有先手意味，因为这个地方就有会挖出来，断了之后会有个打吃。嗯。啊，白棋接上，他这个就给你了。他打在这里，他打的是这个，不是打这个，是吃这个。是这个为什么不粘呢？粘，反正一样，我觉得他打这个跟打这个是一样，他一样，既然打这个，他就不怕你粘。对。就是说你粘的话他就粘呗。嗯。他觉得这个棋还是白的，这个棋还是放在这里好。嗯。是的。哦、也是有可能放在这里好。啊，这个棋就是一盘关子棋了。是。已经。现在看起来好像。已经在收官了。没有什么地方可能会发生这种比较激烈的战斗。嗯。然后呢？然后下在上面压了一下，看在哪里又交换了一手。他挤了一个。哦，这里交换了一下。嗯，这是白棋全力。然后白棋。啊，这个想把这两个吃掉，这个。对。这个能吃掉就目数还长不少。那当然，他肯定得出来。嗯。叫吃，这地方白棋有点余味，它的余味不是简单的在这里打，它是要在这里打了压出来或者打了顶。嗯，这个如果要利用到极致的话，这地方就是不要随手在外面打，对，不要在随手这里打掉，要在这里打，打了才有更多的借用。是，打它是打掉了，然后再往这接，希望通过这个借用能在这里有收获。嗯。
我们看一下这个棋，然后它贴，把这个头顶上去。对，这个线是一步好棋，是，因为你拐出来它就打了冲。是，那这里呢，白棋黑棋也不能随便动，啊，对对，不能动，因为白棋有两打。是，根据情况，你现在拐呢，就是曹老说的一打一长，我再冲。啊，所以现在黑棋呢，像这种时候，黑棋先把一边补好。正确。黑棋，白棋总还是能跑的嘛，总是能跑。就是啊，它能搬着跑，能搬过来。啊，搬着跑也可以。搬的话，那么黑棋白棋。白棋在这里收官。对，从后边挤了一翻，搬过去。这样的这两个子呢就吃掉了，这两个子给吃掉了，那，最多是这一下外面便宜一下，啊，白棋吃掉了1 2 3 4 5 6 7 8 9 10，也差不多有十目棋，十目墙，对，但是也花了一手棋，它是顶在这儿，顶在这儿，白的还是有点收获，从这手棋开始，就吃掉这两个子得了十目棋，对，黑的在上方小接，这个棋盘越来越小，白棋黑边跳吃，接上，看起来是白棋在一路搬，应该是没什么战斗了，是应该不会有战斗了吧，不出意外的话，对，因为这个基本上都快定型了，这个扳接也挺大的，比这个要大一点点，就是本来的话，如果通常情况下白棋不用那么着急的扳一路，比如说这里有一个子的话，这个一路扳接就不太大，白的应该先走这个，现在这个场合呢，因为是这样的一种气景的一个棋形，黑的可以单立，如果改黑棋下的话，接着下一步它可以拖进来，啊，这个是差两目棋，对，常用的手筋啊，官子手筋，不是这么简单的一冲，所以这个地方这个扳一路扳接就显得大了，一路扳接，这地方双方行棋，这个选择都是正确的。这个接上，对，接住。反正这个地方当然在过程中前面是会有些变化的，白棋为了争这个一路扳接，之前别的地方是会稍微吃亏一点，但是就这个局部而言，最初的就黑的可以扳接先手，变成白的扳接，变成你又回了一手，这个地方就出路就四目棋，就是这种有点像双先官子，双先，但是呢，当时不是先手，对，如果当时都真的是绝对的双先的话，哇，那必抢，必抢，所以就要看当时黑的没扳接，被白棋扳接了之后，黑棋的那手棋走的是价值有没有获利四目棋？有四目棋就打个平手。四目棋以上可能黑的赚了，四目棋以下黑的就亏了。简单的来说就是这个道理。接下来看看打拔。打扮完了，什么地方大了？幺六七，拐下来，拐这个。啊，对，拐下来很大。白棋把这个提，如果能提着的话，就是先手三目；如果你接上，就先手三目。应该不会，他还不给你提着。提本身的一二三。哦，这边不止，这一二三四目。哦，这样，对，这一冲是先手，一冲先手，这一个大四目多，现在官子大概就进入这个四目左右的一个阶段啊，他飞这个点就是，那我们比较一下，让白的占据也是蛮有价值的，对，是吧？就这个黑的然后黑棋呢，可以走这个这一带成两目，可以走这个这一带只能多两目，这个搬进去，就把这边的木都破，黑棋应该是接在这里，白棋断，黑棋景气，
也是。白的要接回来吧，这个字。对，就要接回来。嗯，对，这个地方这块皮也还不够，对，要团住。哦，这个粘，这个粘有几？又粘回来了。这个粘也不小。不走的话，它就提、就是、是吧？它就提吧。它提斑，将来能提了，就算打到街上走回来，你这个四目旗都没有了。对，四目它还多了，多了那个三分之二，三分之二目，所以这首棋的价值可以把它算作四有三分之二目，就这个题四有三分之二目，哎，它接上，它是题，这个斑有个打吃，斑完之后斑完白棋有个打吃，这地方白的有。如果能走着，又便宜两目棋。这也打。对，现在黑棋不能粘。不能粘，粘了这地方就被断。如果粘，这边出棋了。这出问题了。对对对。有一段，所以黑棋欲结先提。其实他白的可以在这里冲一个。白的是在这里冲，可以找一个劫材，还是冲？是的。哎，但是他冲过之后，他就有白棋。他可以在这里打。哦，可以从这里打，一样。再提，现在黑棋还是不能这样、啊、还是不能接，接的话这就要吃。哎，对、好，那个他就走着了，这地方被黑棋，黑棋就被白棋走着了，然后黑棋又打吃。他是打，我看看他是。他就打吃这个。打吃这个。白棋提，黑棋，黑棋再打吃一下。哦，这样子白棋便宜一点是吧？相当于扳到了。对。靠，进入这个掉冲小关子了啊！这个地方靠它不是虎了，虎没目了，这地方已经没目了，这个地方，但是它也挺奇怪的，你们靠对这里哈，虎它要顶，然后这地方它还有这个叫吃，所以确实可能当中不太大。然后白棋这里是断着收官，是断吗？是断吗？是断，断这个收官。他看着这个是先手了，看着黑的棋这里要有一个子了，所以他先断一下。如果黑棋粘，是吧？对，他这边先打掉，对，然后这里再来打这个收，是，这黑棋也没有粘，这个黑棋是虎在这儿，虎他也可以打了，他打完了。打两下，然后可以在这里叫吃一下，对，是先搬，对，一样，其实搬好一点，搬好一点。你如果单吃的话，它是退在、这个、退在这里，再提就是后手，它所以先搬这地方白棋下的很细，很细再叫吃就能把你这个子提掉。提我提，然后我就提掉，我这样提着先手，对，实战应该会下成这样吧？对，他这个提的时候，我看看黑棋是在哪里交换了一手，交换一手这个是吧？这已经，这是小关子啊，拐，现在挤一个。挤这里是要瞄着扑吗？就算这里两目嘛，就算这里算你两目也挺大的，这地方可能还有一目，还三目棋呢。还有可能。扑也有可能。也有可能。对。威胁一下。是，他白的劫材怎么样啊？白棋的劫材也未见得那么有力啊。就双方都很厚。这个顶掉。这个比赛用的是那个应试规则，长期被用的应试规则。这个是没有读秒的，是延时罚点。
所以我们说这个应氏杯和象棋杯它都比较独特，嗯，就说除了它赛制是这规则是应氏规则外，它用时也是这个别具一格啊，是它是采用这个法典制，对，这是应老先生的理念，对，这个就时间就是金钱，是吧？对对对，你可以时间你可以用，但是你可以要花钱买，这个钱在围棋上就是木，就是木啊，在应氏规则上体现呢就是点。那么原来这个象棋杯最早啊，嗯，规则是超一次是罚两点，对，那么一次的时间是35分钟，是。现在呢，最近几届之后，这个时间缩短了，缩短了，就是你超罚点之后可以再用延时20分钟。对对对，嗯，并且好像只有两次了，就是第一次20分钟你超了，对，就是第一次3小时过了，嗯，你就罚两点，嗯，这个两点呢你可以用20分钟，对，20分钟用完之后又开始下一个罚两点，但是这个20分钟你就不能过，就是最多。最多罚四点，本来最多可以罚6点。以前是最多罚过6点，罚三。那时候的应氏杯或者叫象棋杯，就是比赛的话，时间就长，很漫长。嗯，有的时候晚上下到这个对7、8点也是有的。它可以下到9个多小时。嗯，你想，如果两方都是3小时嘛，是吧？嗯，把3小时都用完就6个小时，然后还有35分钟。三次，基本上可以，就是最极端的话，2个35分钟，就三个35分钟，对。那么一方就是105分钟，对，你就算不到2个小时，对，就算每方可以用，基本上你每方可以差下到四个半小时左右，嗯。双方如果用时都加的特别紧，都被罚点罚到几乎极限的话，就是，极限的9个小时，9小时还会多，对，啊。这个游戏当时如果碰到像邱俊这样的棋手，邱俊、胡耀宇他们长跑派的棋手很厉害了，是。对，那你就做好这个持久战的准备。嗯。现在是。现在因为这盘棋时间其实也不短，就不知道他们这个罚点的情况。对。有的时候这个看应氏杯和象棋杯啊，除了判断这个棋盘上这个目数以外，所以要了解这个用时情况，用时情况也很重要。对对对，因为比如说你本来的话黑棋盘面9目左右，嗯，它黑的应该稳操胜券了，对，嗯，但是你如果你被罚了2点你就输了，嗯啊，嗯，我看他们后面好像还就一直收完了曹老啊，一直到最后了，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哈，一会儿另外过一会儿还有一盘，另外一盘这个对局，因为今天是8强战嘛，嗯，所以这个棋局比较多，要不然我们直接跟大家介绍一下结果啊。好，我现在看结果是黑棋胜，3/4子，网站这么显示的，但是它应该说法不标准是吧？很不标准，对，因为应氏杯是按点，应该说点，或者说黑棋胜一点。3/4子换成点的话是2点还是1点？黑棋可以赢1点吗？可以赢一点的。可以赢一点。对。嗯。是吧？那这样。1点或2点的样子。对对对，可能是1点或者2点。但是我们现在不太清楚它的一个罚点的情况啊。它显示是黑棋胜。对，黑棋杨鼎新最后是获胜了。应该这棋大概就是都没罚点，可能大概是这样，是吧？嗯，感觉上是这样。看起来，反正现在棋局也是比较细微的。嗯，这盘棋，曹老好像没有太大的波动，是吧？对，整体来说，对，嗯，是，但是这个棋最后还是胜负还是挺细微的，很细微。嗯，是，最终是杨鼎新的这盘棋是获得了最终的胜利，嗯，这个率先晋级了4强。4强，嗯，在这里呢也是祝贺杨鼎新啊，在前几天刚刚在天元赛上是痛失了自己这个头衔。嗯，我看赛后杨鼎新也很遗憾，说自己是史上在位时间最短的天元。好像是。因为这个35届天元和34届天元，他这个决赛的时间相隔特别尖短，特别短。啊，
这是一个短，另外一个好像基本上天元是不是都卫冕？有没有卫冕的？特别少，特别少，特别少，几乎都卫冕。是是是，啊、嗯。好，那我们这盘棋先跟大家介绍到这里，过一会儿我们再看另外一盘精彩的对局。好了，一会儿见。天元围棋。